好，接下来呢要来唱今天的第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原来》。原来是说，原来那些想念都发酵成了眼泪，在最需要你的时候毫无防备的往心里流，完全就是我上个礼拜的心情啊。好，希望我可以很冷静的把这首歌唱完。熟睡的脸，
谢谢大家。